这个脚的尖是 A， 这个是 B， C， D， A， B， C， D。大家加油。有两位帅哥会来收。还有哪一位没有拿到可以举手一下？这个是 C， 对，这个是 D，A B C D。请问大家都写好了吗？可以收卷了吗？收卷了。请他把它撕成一半，因为就是抽完了以后要拿你们的唇跟脸来换奖，所以就是请你留一半下来，一半丢到抽奖箱里面去。然后大家收好，不然等下掉了就领不到奖。陈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，哪一个才是正解？应该这边才是正确答案。哦，跟我们想象的都不一样。其实我那时候猜的时候是猜这个，我也想说这样用尾的话，这就是我的底。那为什么这一步大？因为这一步走，黑的如果走到的话，本身其实到这边基本上这都已经是空。而且这个你走下去，其实这一边呢，配合这个是个立体的形状，这一块其实非常大。所以一次是围两边的。那如果白的走到这一个的话，其实这一整块基本上就全部破掉。然后这个走了以后这附近，比如说白的走这边呢、啊，或是这附近哪一个，这一块其实还是有点爆。哦，还有一点这个冲断的味道。尖断啊，或者是缝断啊，然后这里虚一下，就是比如说或者是白的这里虚一下。黑的皮肤可以往这边贴，或是这样。那这里飞起来，可能是白的变成白透视这样。所以这一手棋，我觉得是全盘，就是这里是个地板，那不一定这个一定是正确答案，有可能是往这边走。对。总是。我觉得就是这是重点应该在上面。那是。其他的点也请。现在实战是走这一个，那这一个其实本身来讲，这一个目数是非常大的地方。但现在其实因为白的这一个这个地方其实吃亏还蛮大的，
所以现在白的已经不能照正常的方法走，白的局势已经非常的好这样。那如果说以后这里遇到破，那是这样，那不然再分享。那黑的这里这一块钱要做过，那做过可能还要飞飞。那以后白的这里如果只剩白的，其实也可以想这样维护一下，这一块本身就不一定只能小。是，只是白棋把这边边上空转到中间来了，对，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亏损哦。那如果像刚刚 B 这样扩大空间呢，把它整个立体起来呢？这一步其实也是可以，但是这一步感觉是有点虚的，因为手在这里。你这一块棋要一手棋要围要这么大是不可能的，那这一手棋要这一个棋要围这么大，还要再可能还要再需要再两三手，一手到两手，还要再三手才能够这一块。那一手棋如果没有办法围到这边的话，可能黑子比如走一个，有可能这个子就变落口。哦，如果这边被黑子火了以后，这个就是当官的意思了。嗯、所以好像围的太大了，那这个点呢？那这里的白就是这个局部的下法，最好下法是跳。那以后其实这个挡变非常大，那你现在这个跳应该不是重点，因为这个跳其实黑的根本不围的话，其实这两个交换黑的应该是不会亏这样，因为现在这里不是重点，而且还有后门。好，实战王元军是下来这里，那黑棋当然就抢在这边了，继续围，这样比较像控了吗？现在是因为白的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下，白的如果这附近不下的话，如果再往这边走或是往这边走，那就白的又被动，比较变成被动这样。等于黑棋先决定战场，然后白棋再有去。所以白的大概只能互围。那互围的情况，现在感觉这里是一个绝好点，就这附近走一个就是绝好点。那黑棋实战是从这边侵略。那这一手棋主要是一个温引手。那问完之后，实际上是走这里。那还有可能别的应法吗？好，这个如果像这样的话，如果说黑的现在走完的话，大部分都会接这个局去走。但现在如果继续走的话，白的这一飞过来，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点危险的。我被封进去了。对，那本身可能做活应该不会很困难，但是做活如果这边非常厚的话，这一边就变得不是空了。那黑的其实在局面不错的情况下，其实不需要这样下。所以黑棋实战是掉在这里。那如果白的现在这个搬起来，这个正常来讲，这手其实一定是亏了，这个两个交换应该是亏蛮多的。但现在如果说黑的走这边，白的其实不会往这边走一样，白的肯定是要往这边跳啊，应该是往这边跳，或者甚至有可能从这边打也不一定。就攻击这个棋。对，那这个两个交换的话，黑的变得马上有吃一手。那如果这个不交换的话，先走的话，白的其实是有可能从这边来分开来攻击，所以这个是先问他的应手，以后再调进来。那这个浅烧的位置是普通一般棋友应该觉得说白棋啊，不一定是白，就是说大模样的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浅烧，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。那其实呢，我看他们高手在下的时候，常常他们的浅烧位置哦，是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下参考，就是在周围就是在建造这个基地的这个白子的中间，就是你画一条线过来，大概就在中间，太进去就是你偏离了这条线的话，就算是有点深入了。那如果太离开这条线，就是他们俩画一条线的话，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会让它围太大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中间通常是比较容易被选择的棋。那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说，要保持随时都畅通的逃回去的路线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这手棋的话，它这里往这边跳是一条路，往这边跳是一条路，就不会一手被抓起来，所以这个是浅烧的一个可以抓的诀窍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，那这个时候白棋是应该是要搬吗？对，白的还是应该是先搬起来，其实这个搬起来还是非常大，这个搬本身把这边的空围起来之后，被这个跳过来，可能这一块棋白的还有点爆这样，对，那。虽然说白了这样下法是有点慢，但是毕竟这个还是稍微亏了一点。是。那黑棋会怎么下？白的帮就实际上是准备跳这边嘛。哦。但可能是王元军可能怕我跳在这里，
那所以它是破坏它的石头。那其实我觉得这里围一个其实没有想象中大，因为这里黑的先跳一个进来，这次一手可能也只能再跳。对，如果走太远的话，可能就被快断。那黑的如果只能跳的话，那白的其实围起来，那跟第一手这样围起来，大概只差大概十目多一点点吧。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大黑的后门。对，那还不如这样一手跳在这里。可以围这边，是这样吗？对，那白的可能白的现在这个局面是绝对不能选择互围，如果选择互围的话。这样的话，这一块其实这里大太多了，对，所以白的可能就只能现在断掉这样。那黑的，我就很复杂。其实就黑的就是把白的这一块先破掉，这样就把这边破掉，那白的现在一定要尖出了，是，那黑的就贴一个。就黑的就在这边做活。那自然而然这一块棋其实就已经就都没用。嗯，刚才前削的一个子现在已经变成一块棋了，而且还可能还会再围一点目数回去。那这个白棋应该也不大愿意嘛。对。嗯，总之好像前面亏损的大了。白的可能也是要这样下才会比较，也是比较好下发，比较接近这样。嗯，那实战白棋是没有这样下的。白棋实战是下在这里。